今天就是会两天一夜的带狗狗去玩。耶、yeah, ！今天很开心。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两只狗，它是舔你吗？舔我的脸。它现在很兴奋，它知道它要去玩。我礼拜六，然后我们要去一个超远的地方，没有很远、啊。对，只是因为今天是礼拜六，所以我们要两个小时才到。我要去大概是嘉平那边啊，对吧？今天就是会两天一夜的带狗狗去玩。你的狗很冷静。对啊，他本来是冷静派啊。如意，안돼。哦，也没有说。如意，안돼。哎，他要去后面。我们晒了很久，很累，现在，所以想说休息一下。然后两只狗都要去走走一下，对啊、尿一下，我们也要尿。갑자기관심받아서왜그래어관심없어와어떡해오늘핫도그먹고싶어아핫도그먹고싶어짜라다짜라다이제낙배와어떡해有点抖，没关系，就是证明我们现在在上山，好抖到爆炸。我们还有八分钟是这样的路，这个车不是平稳的车，而且这个路有很多那个快乐种子，是不可能平稳的。因为我们只是单纯记录我们快到，而且很开心，我现在很开心啊！我第一次开车这么远来卡平哎，两个多小时，然后这种山路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开。有点累，然后露营，那个兴奋，真的哇！我也很不一样，他们两个啊，真的不是我丢掉。哎，露营现在很会走楼梯，哇！哎，哇！一个家伙哈，给水，给水他们吧。哦，爬了，爬爬爬。哒哒哒哒哒哒，哦，맞아，야겁없이들어갔어马上，他要神明信，哎呦，这个跟过来，他要神明信，哇，还有一张双人床，好好啊，佢呢度全部贴晒，黐晒呢啲格仔，又第一次同狗狗嚟 pension， 喂，嗯，然后你看我们的小公主，小公主很迷茫，哈。哦，他刚刚从这边直接跳到，小米秀，哎，佢佢先啦，先，劲兴奋佢，哎，要帮佢，帮佢除衫先，我将拍咋，啊，我将拍过，我去，哎呀！야아너무귀여워어떡해들어가들어가알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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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괜찮아Thank you.
手是怎样。哎呀，累才行，累才行。条友都自己走上去，你唔识落嚟吓？好啦。真的啊、哦、嗯，好憨哦，秋雨呢？好憨哦，憨咩啊？我们两个妈就累死了，累死，我要累死了。就洗完个澡，然后想要发呆，然后我们现在大概15分钟之后就有饭吃，他们在外面正在准备烤。我们是不是也要准备一下我们的材料啊？对，是这么烂，想到没办法，人家是我们的女儿。认命吧。外面的鬼在飞了，他们两个完全没反应。我们这么累，他们这么开心。开心不开心了？好。哇塞，这家伙不得，我没懂啊，果然是就是大厨。可是我们没有油，牛油啊，放那个。对。对啊，那他一定熬油干锅，拜托。嗯。嗯。好，被打太好的一个后面，太搞那个。我完全看不到后面了，倒在嘴边边了。哎呀，有几不要命！啊尿尿尿尿尿尿！而家就咁样可以望到我哋啦，可能更加想出嚟。好舒服啊！而且今天蛮凉的，现在完全不热，旁边就做烧烤也不会流汗，真的。而且还有月亮可以看。如果今天是圆的，中秋节，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吃肉肉。嗯，有几香中水。不过呢个粟米好好味啊，本身已经烧啦，跟住再咁样，哇，陈油落去，冇得弹，哇，太贵啊，整个融化了。刚刚在我们没有录的时候发生一个，为什么要做中文？因为我要就是发生一件事就是食嘢食到我开心，跟住忽然间咧有只蝉咧喺度飞嚟飞去，跟住佢本身飞喺上面啦，而家出咗已经劲惊啦，跟住我谂住我佢阵间先系你系嗌先喎，你嗌嗌咩？我嗌咩？我嗌，因为我看到你很怕。对，然后你怕你喊，然后我就跟着喊，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哦，是哦，是吗？然后你就跟我说有蚕，然后我就开始 OK 警戒心了。我恶心，我看到它好像有靠近我们飞过来了。你、啊、知唔知点解？因为就是本身屋顶啊，唔系屋顶嘅，本身系凳嘅位，然之后唔知点飞我咧就啄咁样，佢跌咗嚟牛友嘅隔篱咯。系咧，我见到佢，我见到佢反到，咁我以为死咗咧，我仲喺度谂紧啊，我应该点样处理佢嘅时候，佢忽然间就飞走，跟住。当下我当然会害怕，就是他离我这么近，懂吗？对啊，我在我移动的时候，他突然砰这样子飞去那边，飞过去后我就在这边，然后他就叫了，不行了，我就跑过去，然后他就叫，然后我刚刚就叫职员过来，然后他们徒手抓了，可是并不是看着我们，不知道看哪里，哎呦，李呀，李。今晚 Louis 同隔篱屋玩得好开心，食完人哋啲嘢，食个饱饱先出翻嚟。早安，现在我们11点就要 check out。Yes。然后昨天其实没有睡好，因为 Louis 是第一次出来过夜，对环境有点敏感，所以他就是偶尔有吠一下。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这样子两层的，所以那个回音很大，就 Rose 的时候就吓醒。他们两个就睡得很好。他最后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是在我大腿上面的。姐妹装紫色的衣服。对啊，我现在要走了，然后之前去吃个饭，然后去了咖啡厅之类的。
心开心，改变我们的行程了。我们现在去了那个凉水头，因为在那边有一个超级好吃的连夜做的 hot dog。刚好11点 check out 也没有那个地方可以去，所以想说我们就去一下这边。Tomorrow morning 一个真的到了耶！可惜哇，蓝天白云热死。期待了很久的连夜黑豆腐，它有什么特别呢？其实这种黑豆腐很小的小学已经有吃过了，我记得那时小学的小卖部是5元的，估不到多年之后我在韩国重新发现了它。然后有一次又是来旅行来这个凉水头的时候，然后看到为什么过排长龙的呢，买了一条来吃，哇发现超级好吃，它的面包皮呢都加入了连夜的味道，更加有种连夜的香味。即譬如香港我很喜欢吃糯米鸡啊、连夜饭，因为有种连夜的香味。那个面包是绿色的，著名的打卡点，超多人在看队。然后我们就会去哈南的 Starfit， 因为那边都可以带狗。其实本身呢我们是想着去 cafe， 但是想想下这个天气，我们刚才又没肚饿，所以想着去 Starfit， 但是去 Starfit 的途中忽然间醒起，诶，我们可能可以经过这个凉水头，所以我们就过来吃了个热狗仔了。好远点，你见不见到我呢？他见不到我。哟终于见到我了。我们现在塞紧车，两只狗狗瞓得好冧。然之后我看到旁边咧呢度有婆婆喺度卖紧咖啡嘢饮，好惨，好晒啊！佢哋而家，哎呀，希望佢哋快啲做完生意就可以快快休息。系屋叔叔嚟噶，哦，卖粟米好正。但可惜我哋等要去食嘢，帮衬唔到。我们到啦！细个女嘢。好，我哋其中一个目的地咧系 Molly's 宠物用品店。名啊，呢个 Molly's 喺 Starfield。那 Hannes 很漂亮啊，格子的 Hannes， 好似跳芭蕾舞嘅裙。啊，呢个 Mushkin 的，一个对。好多唔同嘅零食，我估计好大条呢个。나이런거사줘고싶어삼계죽삼계탕소고기카레도있네카레카레도있어最后又买了你看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很可爱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华丽뭐야你쇼핑한거야我们现在太累我们在那个 Starfield 没有吃东西，然后我们就来买麦当劳。你需要什么什么？来，快点去买吧。来，上去啦！买完了，然后就回家了。因为我们先，我们先，累死了，这太累。本来我们还想说什么去吃什么。跟同伴的什么什么东西，就我们没有这个力气。这两天很好玩，希望下次 Louis 再去的时候会可以。可以就是不要那么的敏感，然后他就一直很乖。好，谢谢 Mira， 谢谢 Mira， 开车辛苦了，不累死。我觉得待会昏睡，我也是，我觉得我也是会昏睡。好啊，拜拜。